老乡说要装一个摄像头，但是他自己没有买，所以我们就带一个过去。这个摄像头是我老乡在广东那边开厂自己做的，然后也给很多的大工厂来做代工。这个摄像头我们用了很久啊，已经稳定运行了一年多的，都有了，所以说应该还是可以的。而且这个我们橱窗也有啊，如果有需要装摄像头的可以去看一下。今天我们就带这个摄像头去老乡家里给他安装一下啊。好的很，刚好。那个电视机的，老是放不出来的，都得快关这里，不中的。好吧，这里。不是电视机，这个是放下谁的？嗯，那是接收机的问题，不是电视机的问题。接收机没信号，看到的哎。但是我真正没带东西了，我都光带了那个装摄像头的东西。嗯。等我把那个装的时候，再抽时间跟你聊事。是每个人都可以，就几个人。你先装一个主机，主机之后再可以分享到副机。哦，要了。你五个人都可以用。设备已启动。收到密码，陈老板，我先给你装的是。哎，你妈在叫着呢，简单的很呢。那是节目是纸啊，水纸。什么纸？纸是。哎，那阵子找的深度。我也怀疑，就怕那个灯筒有点大。哦。哎，对呀。那外面那是灯筒是吧？那是有点那个问题了。灯筒还是挡不到了，在那个位置。那个号应该也可以啊，我感觉。那个固定好了，我再把咸的了，咸饼了。哎，哎，哎，你在哪儿啊？哎呀，你是后边的。哎呀，妈，你们五栋小男孩。啊，五栋老男孩。五栋老男孩有连 WiFi 的，有插手机壳的。还有连电脑的，用太阳能的都有。反正你要不要的都有。么子？乌冬粉。乌冬粉呢？哎。乌冬粉，你看可以的，你可以买的。买是可以买，我就买的东西花要生产数跟这儿才行呢。你有百多斤，那么有那多啊？正宗的乌冬粉是。哦，主要是我就买那些东西，非要证件嘛，得证件买不了，我就不能在网上买，过不了。证件要。证件弄死人，搞不到位，非要多厂才有啊。哎。那个不管，那个有一个白色的是类似网线，就是直接接网线，我就能用的无线不线那个网线不管它。有个是副位看一个。然后中间那个是一个副位一个开关，一般不动它。
对，嗯嗯，那挺好的。这挺好的味道。以后比如说那边是个轮胎，那边是个轮子，抹了一点它自动到现在的位置，然后我再又吹到那一点哈，那一点是的位置，好保存。不是，我再看那个位置哈，我点这门哈，而且它自动吹这门，不用关，它自动吹，你吹它俩的位置。你再点个烧火，它就吹这个烧火来了，就比较容易慢慢吸吹，这还可以增加四个这个位置，你可以随便调，你希望在哪上都可以。可以吧？那个可以漏几长时间呢？这一半的啊，漏看烤的多少，一半的几天了。我这个人开个移动政策，楼上这边有人有动的他才漏。两步就是没得么事事他是不漏的，是方便些。这还跟谁的么事出入政策、瑞盖政策，就是你这个佛门啊，佛的线，有人过了个线，他是放心。你要是跟着手机号码注册，然后到那儿点份香，然后把你的手机号码注册成你老板子，应该会收到一个钱，两行字时间，应该基本上完成了。